发电机吗？刚我看到飞弹。你越南来的？还是发电机发生问题？是哪里爆炸？本队哈，早上大概9:10几的时候，接到民众的报案，说他的这个渔船哈，在澎湖东极东南方，大概6-7海里的地方，说快沉了。通报是说快沉了，就紧急出动，本队两栋幺三艇，还有这个澎湖队的两栋东幺艇。共同前往这个现场海域，那我们大概在10点多的时候，发现到这一艘祥生利渔船被一艘郑立美渔船来偷带。那经过我们上船了解啊，那这个船员表示，这个他们船上发生这个爆炸，然后他的那个船长已经当场死亡，那船员的部分受伤。那我们两栋幺三艇就紧急把这三位船员这个接回这个台南的这个医院来就医。那船长的部分就由他的连同这个渔船由另外一艘渔船来给他拖带，那一定进到这个新达港他的原籍港。